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金小天。等我工资一发下来，我就马上给你把房租转过去。你应该好好看看这一盘。 少和刘的这你想他再来一条，你是来不了的。你明白吧？刚刚好。小哥，我很少再行尸走肺表扬演员。哎呦，谢导演。是分寸不好掌握。谢小哥，小哥帮我想的桥段。他想象，但是演的好不好还是靠你啊。你一个大男人跟我一起住在这儿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嘴特别碎，我还跟他叨了这么多。不，我就不想表杂志了。啊，我那一下就记住你了吗？他不用，他不用杂志。哎呦，我专太专注在那个。 行行行，哎呦，我的想法全是那个，然后。来来来来。